Cheese sandwich, a glass of buttermilk, and went to sleep. When he woke up, he learned he had pulled off the greatest upset.
Hello?现在还没有呢。阵亡也。哎，你怎么知道？哇，好清楚哦，第一次用这功能呢。我看不到你，你只有跟我什么东西？该不会只有我们两个吧？吧，就我们两个不会吧？好吧。然后从头教好真的不错哎，蛮方便的。哎，为什么你可以直接荧幕可以上来？它有荧幕分享的功能的，好不错。我这个有那个、哦、那个两个观看者，有两打断，你想听吗？个，什么机？你想要学吗？好啊，Python 啊，可是我没基础啊。没基础就从头来好啊。啊！好，那我们有没有在 IRC 上RC 什么的？哦，？IRC 没有抽哎、查？诶、欸，我再开个 IRC 哦。哦，给你一个 link，复制。哎，我知道那个，等一下哦。即时通讯。这个又是谁？又多一个哦！这是哪位？Hello，好，有没有在那个旁边有那个即时通讯呐、啊？有没有看到？有啊。我贴那个，哦，很慢哦，我贴那个 GTK 的那个 link 啊，就连进去看吧。然后就，安装吗？然后，我要想荧幕分享要，啊，我上电视，desktop，你现在是在桃园还是在你家？在我家，我现在记着，来，这个啊，这份文件就这样啊，就 GTK。Tutorial，然后拍摄。我们先从 install 开始讲。install 就是不要理它。有一个 preview package 直接装好就好。那、啊、如果是那个 Linux Ubuntu 的话，应该是装上。你说那个是 Go V Object 那个东西要直接装？对啊，intro 那不行，intro special，我看一下你怎么装就是，，apt get install。对啊，就这样呀。哦，好。诶，我装了哪些啊？看一下，GI。诶，
GIS 怎么读？好，安装。GIS 我忘了要装什么。反正我有装两个啦，就是 Python 大 GI 跟 Python 3大 GI。啊，没，我们现在讲的是 Python GI。好，装了吗？我真的安装中。哦、oh, ，OK， 好了。诶，怎么又剩我们两个？没有呢。找好了哈、哦。算我今天赚到。嘿嘿。一对一知道。好，我们到第一个例子啦、啊。没有到的。第一个例子啊，这个啊，有看到吗？有。这样会不会太快？就是装那个。Python GI 跟 Python 3 GI 啊、嗯，然后就跳到第二章，嗯 ，Getting Start， 然后就点进去，然后这里就是第一个范例那个梧桐，画一个 UI 出来，梧桐，你是直接在 Terminal 那边写哦？对啊，不过你也可以用 Gedit， 看你喜欢哪一种啊，我也可以用这个。GED 的、啊欸、好慢，它当掉吗？它就这样子，然后把它存档，打进去之后存档，存在在目录，随便你爱存在哪里。啊，把它存的名字叫 sample 好了，好，就这样。然后，诶，字可以放大吗？现在看得到字吗？啊，这个档案结尾是点 Python 吗？不是，对。要点 py， 然后我就把它关掉了，因为我实在用不惯这个。哦，好，回来我，然后就是要把它改成可执行的权限啊。啊，如果是 GUI 的话，就是加目录这边点一下，然后这边按右键。的属性，执行，然后这里有个，你干脆看你直接用那个 command line 好了，要怎么改？这个允许可执行，啊、嗯，啊，那 command line 我刚才已经打完了，哦，再一次啦，没有，现在讲比较初学者那个害怕那个，反正这边就有个允许档案可执行啊，就在。因为我刚存在加目录嘛，然后就有个 sample， 然后按右键就可以属性，里面有权限，这里有个允许档案作为程式执行。哦，这我知道。然后就点两下就可以执行。哇哦！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空空的框呀。哦，对。还是我今天挑战都不要用 VI 好了。真的吗？然后就可以执行啦，然后好，你再把它打开，哎，开启，我不是要这个、啊，我要怎么用？好，你家的狗在攻击你啊、哦？它要上，它想要爬上，好，然后 Python 啊 ，Python 的程式就是像这样，它。开头一定是先说它是一个 Python 嘛， yeah. 然后接下来它这边就是说，我还是跳回 VI 好了，不是不用 VI 啊？
没事。那现在谁在讲话？我是 Max。Max。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什么时候跑进来？好，从头开始。太极零。然后就第一段就是说我从这个 from GI repository 里面 import GTK 这个函数库的 module 进来用，可以吗？可以。然后接下来就是用 GTK 点 window 来 create 一个 GTK window 的物件。嗯。然后接下来就是用那个这个 window 物件里面的那个 container method 啊，然后就是delete 把这个 delete event 这一个 signal， 然后把它跟那个 GTK 的那个 main quit 把它连起来，这样子，也就是说当这个 window 收到了 delete event 这个 signal， 它就会去呼叫 GTK main quit。嗯，就这样子的意思。这样有了解吗？不懂可以随时发问。反正我们就三个人而已。main quit 是在做什么事啊？ main quit 就是下面这边有个 main 啊， GTK、哦。Man 啊，这里就会进入 GTK 他自己的一个那个事件 event loop 啦，嗯哼，事件回圈，他就不断的在那边看看有没有什么 UI 上有没有什么 click 啊，还是什么样的事件，然后再去呼 call 那个回呼这些 callback， 再呼叫这些注册的那个办事啊，然后这边有个。win 点 show all， 这个就是把这个 window 这个 widget 的把它秀出来这样。嗯，还可以吗？ Yeah， 可以。那这就是，诶，为什么？就是第一个范例程式这样。嗯，诶，这边都有写吗？好，这是 2.1 啊， 2.1 哦，然后 2.2 这一节就是说，就现在就在上面多加一个 button 这样的。好，刚又复制，贴上好。好，那这个程式呢，我们先执行一下，就是把它放进去。你在找 2.1 那个范例吗？啊？你在弄 2.1 那个范例吗？ 2.1 的范例已经做完了。哦。我们现在在看 2.2 的范例。哦，对， 2.2， 我讲错， 2.2。 2.2 范例就是一个，就是把它变成有一个 click 的 button 这样子。然后这 button 是有作用的，你看，点下去它就会跑出 Hello World。有看到吗？有点有出现一个 Hello World， 就是它会 print Hello World 出来啊，就是在终端机这里啊。哦，那我不行。啊？如果用终端机去开的话，那是不是要直接写 py， 然后那它的档案名称这样子？哦，如果要执行是要点斜啊，点斜去执行它，或者是用 Python 这个 simple 点 py 也可以。啊，这是只是打，就是一个。它会 print 讯息到终端机里面。
应该是说标准输出啊，只是你如果是用 GUI 方式去把它执行的话，就什么都看不到。可以吗？可以。那我们现在来看程式码。郑王爷，要，你还 OK 吗？可以啊。哦，太简单了还是太难了？哦，没有啦，我现在你们可以一边讲，因为我在用 command line 去想要看到那个 click 下去或者那个什么那个 hello world 的字出来。哦，对。然后可是我要讲程式码。OK， 可以了。然后就是他这边程式码 2.2 的范例啊，就是他这边开始使用那个 Python 里面物件继承的概念。就我们刚刚不是有 new 一个 window 物件吗？对。然后他现在开始他就弄了一个物件叫 my window， 然后他这个括号就是他去继承了 GTK window 这个物件。嗯。然后接下来就是 window 的那个类似 constructor 建构子的东西，类似啊，但不完全是。总之就是这个物件在 new 的时候，它会在产生的时候，它会呼叫这个底线 init 底线这个函数。然后它第一行一定要先呼叫它那个 GTK window 的 init 这样子。嗯。然后 window 的话，它有那个，它后面这里参数就是你要把 self 传进去啊。第一个参数就是 self，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用那个。这个叫什么变数指定，就是说这个这里的 title 是指说那个 window 里面有一个叫 title 的 property， 然后他就把它指定为 hello world 这样。嗯，他们等一下可以再看，重新看那个版本。然后这里的话就是 self 点 button 啊，嗯，那就是让它等于一个 gtk 点 button 的一个物件，就从这边 new 出来。嗯，产生出来 ，create， 反正就是看看是哪个语言。然后 button 这个物件里面啊，它又有那个 label 的那个属性。嗯，然后它就把 label 这个属性就是把写成 click here 这样。嗯，然后接下来它做的事情是说把那个 button这个物件啊，用那个 connect 把那个 click 这个 signal 把它注册，把它连到那个 on self 点 on button click 这个函数，它、啊、是那个函数在下面。哎，我到了那个 click 是它的 ID 吗？是这个 button 的 ID 吗？不是，它是事件的名称。嗯哼，就 signal 啦，它是 signal 的，就是一个 event 啦。嗯哼，事件就是你所谓事件，就是你可能在 UI 的元件上面，你去对它做什么 mouse over 啊，就是滑鼠移过去啊，还是移开，或者说你在上面press 你的那个 keyboard 啊什么之类的。嗯。就是这些 UI 上的操作、啊嗯，甚至于如果是触控的话，好像也有相对应的一边。嗯，那这也就是说，这也是说把那个在这个 button 上面产生 click 的这个事件连到那个一个函数去。这样可以吗？可以啊，可以。然后接下来就是 self
点 add 啊，就是因为它本身是继承 GTK 点 window 啊，所以它就把这个刚 new 出来的 self 点 button 把它加到这个 window 里面了。嗯，然后接下来就是跟前一个 2.1 的范例是一样的，它就是 new 一个买 window 的物件，然后把 delete event 连到那个 GTK main grid， 然后 window 就 show 底线后，然后 GTK main 就开始执行，就是都是从呼叫 GTK 点面开始，嗯，就好像整个城市得到了第一口呼吸这样。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刚刚的那个城市码执行起来，它只有一个 click here 的那个 button 嘛，其实我们把它放大一点，因为它没有设那个 window 的，没有设边界，对 window 的那个长宽啊，所以他就预设是用最小可以显示那个 button 的范围，就把它弄出来。超大，他最小就是这样，这就是那个 button 的最小的显示。我们把 window 拉开，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个 title 啊，就刚刚程式码里面写的，然后 click here 也是程式码里面写的，然后。我们在这个上面做 click 的动作，你就会发现下面它就 print hello world 出来这样。然后我们如果按这个叉叉的话，它就会呼叫到那 delete 里面，它就会呼叫到刚刚那个这个GTK main quit 这里，就我们按 window 的那个叉叉的话，嗯，他就会呼叫到这个，因为这边有连那个把那个 event 连起来嘛，把那 signal 连起来，所以他就会呼叫这个 main quit。他当那个呼叫这个 main quit 之后，他就程式码会从这个 GTK main 这里继续往下，所以他就离开了。所以说，譬如说我可以在这边放，我可以在这边放一些。一个 print， 对啊，你就会知道，就是，我们如果这里是 click 就 hello world 嘛，然后我们如果按这个 close 的话，它就会从那个 main 离开，然后就会把 my window terminate 就把它 print 出来了。以上就是2-2。这样还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吗？行行。咦，真的只有我们三个？还是我们三个？感觉不会太结构不会太难懂啊。对啊，就还蛮简单的吧。我觉得就是要把一些不同语言的那种怎么讲习惯或定义把它改变一下吧，对啊。我突然想到问题了，如果一个界面设计，它可以把这些界面都刻出来，然后事件都连好丢给程式设计去开发，这样会比较顺吗？啊？我是说如果有程式设计可以懂到用这个 Python GTK 的东西去把一个画面把一个界面整个都刻好丢给程式设计，这样会比较顺吗？把画面都刻好的，界面啊，把界面都用这个 Python 都刻好 Python GTK 有什么我听不懂好在我先讲另外一个你听，就是之前我有讲一个叫格力的，是不是格雷的？哦，嗯哼，就是说刚
之类的。啊，好烂哦！因为我现在在做那个 streaming， 就是电脑变得超慢。我用 streaming， 你是说这个东西吗？像这样子？对。然后就这样。没有，我意思说，它这样刻出来是直接就可以用的吗？你说像这样吗？嗯，还没有。这个界面它比较像是给程式设计师用的。嗯。譬如说，这有个 window 啊，就我们刚刚的 window 啊。嗯。然后我们可以放一个，然后 window 里面要放个 button 啊，就是 button。对。然后在 button 的名称叫做应该是 button， 我先把 window 名称叫做 hello world， button 的名称叫，内置标签。为什么不可以用？没有，记得这里可以改它的名字啊。为什么现在？这个有 bug 吗？这个标签应该是可以编辑的啊，为什么它不能编辑？好，反正先把它存起来。这其实是之后最后一章才讲。嗯。你看，先不然再继续。嗯。有没有像刚刚的程式？嗯。它这有跟那个 Eclipse 整合吗？跟什么整合 ？Eclipse。Eclipse。我找了一个 Python。GDK plugin for Eclipse，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我贴在那个群组通讯里面。你贴在哪里？群组通讯。对啊，我现在是网页开的啊，所以它左边会有个即时通讯可以按啊。我看看。对。哪一个？就是你现在看这个啊？不是哎、欸。OK， 就是你这个 plugin 是拿来写 Python GTK 吗？这个 Python 吧？对啊，这是拿来写 Python 的 plugin。嗯。它跟 Python GTK 是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嗯嗯。好，我们先跳到最后20节。20章，嗯，20章就是刚刚红旗在问的啊，这就是比较讨假包的方式。哦，就是反正问了就直接写。哎、欸，他一个是用 XML 的东西耶，对他，我们是。可以看一下刚刚那个纯，刚刚我们这样刻画出来，它就是一个 SML。哇，那我这对我来说就很熟悉啦、啊。对啊，反正就是你只要能够照它的规则这样子把这个 SML 生出来，嗯，
就可以了。ID， 现在大部分时间用画 SV， 用 SVG 画界面都是直接用笔记本在写啊。你啊、哦？嗯。笔记本是什么？笔记没有啊，就是那个文字编辑器 ，GEditor。对啊。哦，这里才是 Hello World。他这个格雷的这个，他是把就是为 GT， 哎、欸，你又不行。你是说这 Grade 的这个好像没有做得很好哦？对啊，他是没有做得很好，就是还，如果你要用还是可以用啊。可是你如果要用这套 tool 的前提是你要对 GTK 的里面的东西要有一定的了解，嗯哼，不然你会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干什么的。有些是脏的不需要的 code 产生出来吗？不会啊，它就是如果你没有改到它的话，它是不会把它生出来的。嗯，比如说我要看什么？你看吧，譬如说刚刚有个 window。我刚刚不是有个 delete event 吗？对，就有点像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处理器就把它接到 GTK。这样子，把它存起来。其他好像不能这样用，Endo 了，没有，他不能这样用。可以这样用吗？有点忘记了。哎、欸，为什么这 label 不能改？不知道你家里是用 ADSL 吗？我用社区网路、欸，哎。哦，好，安整、欸。没有啊，我在想，我在没有、啊，我在想说，之后聚会用这样的，就像你讲的、啊，可能性为多少啊？就是不也不知道你那边就是比如说会用到多少频宽嘛，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我这边是去网络，嗯，所以应该比较快吧？我觉得应该比较快啊。你没有觉得比较快吗？反正现在因为刚好下班，所以没什么人在用。有可能哦。好，先不要联系更多。诶、欸，你刚为什么跳来跳去的？好发散。啊，把它讲。有人问到了、啊、就讲了、啊。然后就是因为刚才可以打，所以就可以用这种。诶、欸。当掉了吗？真的当掉了？怎么看不到好用？哎、欸，好像 GTK 啊，或是微软的那个程式的界面啊，好像几乎都是用 XML 去做定义的、欸。那就是标准嘛。Android 好像也是。是啊，是啊。Android 的 UI 也是啊，欸、就这样子。然后呢，我记得是，对这个，我们刚刚有拿到一个 Window 的 ID， 嗯，然后就可以把这个 Window show all 出来了，然后可以。GTK 的 main 跑一下，哎、欸，还少什么东西吗 ？Connect， 把 delete event 拜到 GTK 的 main create， 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吧？嗯，来试试看。
Yep. 就这样，然后 Twick 这边也，诶，可是他就，因为我没有接这个啊，所以其他要 handle 的注册方式，就比如说，还要讲就一起讲。他应该有提到，这也就是你可以一次连好多个，把这复制下来。哎，这边有个 Hello World。Hi。handle。Connect Secret 有没有比较简单？这是 on delete。嗯哼。好，讲一下它怎么做。所以这一行就不需要。就是我现在在 Windows 这边啊，有个讯号啊，讯号里面去找 GTK widget 里面有一个 delete event， 然后就可以把它的处理器就 handle 了，就直接写一个 on delete window， 再到 button 那里去把这个 on button pressed 把找出来。就是找到 button click 这边有没有，然后你就把处理器把它填上去就好了。好，然后呢？然后它程式码就会变成像这样子啊，你就会看到 SNL 就像这样。嗯哼。就是一个 delete event， 然后它给它 handle 的是什么？就是 on delete window 这样。然后这里，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个 GTK button 的 object， 然后它 click 是 handle 是 on button pressed， 这样可以吗？嗯 ，OK。然后就是刚，好，我们来，我们先执行一下这个。程式 ，button press， 哦，hello 没写，hello 应该这样，ID 要对啊，一个 ID 要 window， 一个 ID 要 button， 这可以啊。我现在直接用手刻的好了。然后这个是属性 property 一下。搞不好是可以。不要的就把它拿掉。就是如果刚的那个 2.1 节的那个 SNL 如果刻起来，它长得像这样。这边就有一个 window 的物件嘛，嗯，GTK window， 然后它的 property 就是把那个这个 window 的 title 把它变成就这样，就一个 hello world 这样。然后这里就把它的那个 signal 这个 event 啊，把里面有一个 delete event， 把它连到一个 handle 的叫 on delete window， 然后 swap it 等于 no， 这个好像是说你这个 event
之后可不可以把它换掉？就可以再由后面程式码换掉怎样？我不确定，我猜是这样子。然后这个 object 里面的 child 叫就是包在这个里面的，就刚我们程式码不是有个 window 点 add 吗？嗯，那相当于说，这就是相当于那个 window 点 add， 然后里面有一个 object 叫 gtk button， 然后它 id 是 button， 然后它有个 label 的 property 属性，然后一样这里就把它写成 click here， 然后如果注意到这边如果有一个 translate。Translatable 就是代表这个是可以拿来翻译，可以拿，可以，翻译。哦，它好像有另外一个程式可以产生出 PO 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就可以丢给人家翻译。应该 PO 档 ，PO 档。所以我要研究清楚一点再给你看。然后这里就把刚 click 注册到一个 handle 的叫 on button press， 可以吗？就是它 SNL 档案。可以。然后这里在程式码部分，就是说你就放一个又下去又上来的，就是。从这个 from GI repository 这叫一个 namespace， 然后去 import GTK 这个 module， 然后接下来就是用 GTK builder 这个物件，然后 new 一个 builder GTK builder 的物件，然后然后用这个物件去呼叫它里面的一个 method 叫 add from fry， 然后它就可以这边看到就是我们刚的 SNL 的那个档案，叫 sample.ui 一样，然后就把它 add 进来，所以然后这也是一个简单的那个函式啊，就 print hello world 这样，然后这里有一个 handle 的。Handle 就是这也是一个那个，这叫 dict 的那个一个 Python 的 structure， 就是 key value 这样。然后这个dictionary 啊，就是他就把这个 on delete window， 然后叫什么冒号，后面接一个函数就 gtk。点 main quit， 然后 on button press 就把它切到 hello， 就呼叫到上面这里写的 hello， 然后这时候就是你再把这个 dictionary 把它这个 data 的 structure 把它传到这个 connect signals 里面，那这个动作就是把所有的那个就是 signal 跟你相对应的那个 callback function 把它弄连接起来，然后接下来就是用那个 builder 点 get object， 然后后面是去像这里写的是 window 嘛，就是针对那个 window 的，这里是 id 啊，只是我们这边刚好 id 就一样叫 window 这样，当然你也可以取自己喜欢的名字。好，接下来就是呼叫 window 点 show， 就是把它们全部都 show 出来，然后最后就是 gtk 点 main 让它去 run 那个 main loop。 那这个改成这样的话基本上会跟 2.1 的好像还少一个东西这个应该是。这边有什么配酸菜吗？还是怎样？配酸菜吗？那好一点。哎，这样就没。这样就跟那个 2.1 的范例几乎是一样的。
诶，有人在听吗？有吗？然后在这里可以用，譬如说可以玩一点小把戏。你就可惜是没有办法局部放大。局部放大？对啊。啊，对啊，对对对对对，打再大一点。要再大吗 ？OK， 最大就这样了。你局部放大是 用什么弄的？我没有局部放大，是把那个异形变大。哦，对，你是按什么按钮？按 Ctrl 加。哦，好吧，我试试看。啊 ，Ctrl 加的。我记得国路那个什么界面也有那种外挂小程式啊，像就也不是说，就是有人开发一个程式，只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屏幕某个区块变大这样子。哦。嗯，所以没有啊，突然想到，那个应该不是 VR 的功能吧？啊？局部那个什么 Ctrl 加应该不是 VR 的功能吧？是 VR 的功能吗？不是不是，是 Ground Terminal 的功能。哦，它是 Disk，VR、okay. 是那个，我这也是用文字的 VR， 不是那个 GUI 的 VR， 不是用 GVIN， 我是用 VIN。嗯哼 ，OK， 好，来试一下。哎，不是这个 ，Telephone。耶，大家知道我做了什么吗？哎 ，Hello， 我在，我在，我在试你刚才讲的卡托加。那你们有在看我做什么？你这个按下去会 print 出东西来。我刚 callback 这里啊，这个 button 就是这个那个click here 去抓 label 好吗？就是他要那个传 callback function 的时候 ，callback function 要他那个 prototype 要跟那个符合，就是说他要有一个参数叫做 button 的，然后那 button 就是click 会得到一个标签哦，会啊，会得到一个标签参数吗？就是他在呼叫这个 hello 的时候，他会把 button 的物件传进来，嗯。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下面这里，就是用 button get label， 就可以把它 label 的名称把它 print 出来。嗯，哦。那我也可以把它，譬如说 set label 这样，然后变成另外一个名字。譬如说我把它变 folders。会成功吗？应该会吧，对啊，就变 four dollars。嗯，咦，为什么还有一个 none？ 为什么还有一个 none？ 哦，因为 set label 它没有传回值啊，我刚刚只是上面复制就贴上了 ，set label 没有那个回传值啊，所以就是 none 了。就大概是这样，可以吗？可以。我们还有人吗？啊？我们俩都还活着啊！哈哈不应该岔题的，就是顺着讲下去会比较好。欸，可是我觉得用 Google。我觉得用 Google Hangout 其实还不错，因为有时候那个其实 Mix 它的场地时间限制的关系，对啊。对啊。欸，我后来在那个什么士林那边有弄到一个空间呢，欸。士林那边靠近星光医院。然后嘞？然后嘞？我不在听啊。使用的话，可能明年初才有办法，因为现在在申请经费整修。
在那个四零区的中心街那边，靠近星光医院。欸、可是 Google Hangout 的缺点就是它不能超过十个人，对不对？对。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是有那个啊直播，对。OK OK OK。其实不需要每个人都连上。现在其实刚刚有一位观看者啊，刚刚有两位啊、嗯，加上我们三个，应该有四个。嗯、可是，对啊，哎、欸，刚刚有两位，所以总共最高，哎、欸，现在又变两位了。对啊，我觉得这样可能就比较、啊，因为我觉得这样其实有时候就不用舟，我觉得啦，我就比如舟车劳顿这样子，而且我觉得时间上大家也比较好掌控。对对对对对对，我每次回家都好累。是啊，啊，这越懒得出门。然后我觉得也比较没有那种包场或什么东西的压力，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比如说也许比如说一个月 physical 碰一次面或干嘛有的没有的，但是我觉得就不用这样子有那个压力在这样子。哦，那你嘛没派。嗯，没有，最主要是。哦，我现在比较好一点，因为现在我可以直接坐到古亭站的。哦，我回家又快一点啊，那个。对啊，不然我这都要转车哎、欸，天哪、啊！我红旗如果有星光的场地的话是更好，因为离我这边更近。你也住士林哦，士林那一带。我住芦洲，所以我过个桥就到了。哦，聊。我都不方便。如果可以在家最方便。好。好。继续往下讲吗？离题。要讲到哪里、啊？其实没有办法一次讲。嗯，要进入第三章哦。好啊，第三章。第三章就是讲一些 GTK 的基本观念啊，就是刚其实我们都有提到、啊，就是。它这个 widget， 它每一个 widget 你都可以用一个 connect 这个函式去连 event 跟 callback， 嗯哼 ，callback function 这样。然后你还可以额外传一些 data 在后面。嗯，这就不要讲了。细节太多，然后你也可以把那个你之前连接的 event 把它 disconnect 掉，就是 connect 会回传一个那个 handler 的 ID 啊，然后你在 disconnect 的时候再把这 handler 的 ID 传进去，就可以把它 delete event 就可以把它拿掉。那下面是说之前为什么会call 这个 GTK main quit， 就是他说是要从这个 GTK main 这个 loop 跳出来这样。嗯哼。就 GTK 的那个基本概念是这样，有里面有 main loop 跟 single 机制，他所有的 UI 就是这样子弄出来的。对啊。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property 属性啊。属性就是说，你可以这种直接在一个在一个建构一个物件，产生一个物件，这个小括号里面啊，这是这种 Python 的写法。不知道你们对 Python 熟不熟？Max 对 Python 熟啊？我应该算不熟，因为我最近是在玩 Java。哦。不过有物件的，就是你刚才讲什么建构子那些概念是 OK 的，对。
那 Python 后面会玩，应该是我会去玩那个 Python 的 NLTK， 就是自然语言的处理。哦，那这边是这个像这种 label 等于什么，然后 angle 等于什么，然后这个什么 HA 等于什么，这种就是 Python 语言的一部分的、啊。可是那个名字我就不记得是什么，就是它这里面就是有点像是它是刚好另外一个物件是要 label， 然后它去用 GDN 点 label 这个物件去产生，然后再把它的属性把它喂进去，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它这边都是自动做的，嗯。他 那我意思说，比如说我要知道 GDK 点 label 这个物件里面的内容，我要去哪边查？哦，哎，这问题不错。对啊，因为你是已知，比如它有很多，它有 这些属性，你才有办法喂进去嘛，对不对？嗯、可是你那个 original 搜寻的一个 API 或是那种的地方啊。大概就这样吧，就照这个 OK。哎、欸，嗯，有，嗯，只是他没有说明啊，这，哎、欸，哎、欸欸，我要怎么看呢？社区 label 这边跟 label 有关的，看最上面那一行就好。是刚刚那个 set label 吗？啊？哎、欸，也不是啊。没有，它的 getter 跟 setter 就是这样写的。嗯，它可以直接这样呼叫。不过这个好像 不太准，因为这好像是那个 GI 那个什么 GI 转过来的、啊。嗯，直接拿 C 那边的转过来。哎、欸，它没有像 Java 那种网页式的方式，比如说我这个。我这个 library 里面都是，比如说它里面有多少个 arguments， 然后去查或干嘛的吗？有啊，一定有它。在，你就查，我把它贴到这个，是你的空间。比如说，这就是那个。去让那个官方的开发者网页、嗯，然后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label 好了，然后就进去里面找 label， 然后点进去，这就是网页嘛，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就是它的函式啊，就像刚我们有那个 get， 哎，它叫 get test 哦。怎么一直改来改去的？他那个函式好像会改的啊，没有没有，这个才对。get label 有没有看到？嗯，会不会太小了？还没刚好看到 get label， 他就直接转过去一样，然后这里有个 set label， 那这样他这也是一个，他把他所有的方，这是 C 的那个function。嗯，我每次都是查这，就是查 C 的，然后再自己去在脑内转换到 Python 去。嗯，然后 property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些那个这里啊，就是像这个啊，所以上面所有东西的 property 都是可以为我们现在刚刚看网页上那些 property 咯。对对对对，理论上是这样，不过要注意它有 rewrite。有些是只可以读，有些是只可以写，就有些所以他也没有那个就是 order 就是顺序的问题咯。这个是 Python 的特性啊，它可以
指定你的变数等于什么，所以你就可以不用管顺序。哦、oh, ，OK。Python 语言的一个特性，可以找一下，来找 Python 2.x 的给你看。function， 哎、欸、，function 在哪里啊？Apple。 嗯？哦，这里 ，define function。哦，没有啊。那个啊，什么 d？ 哎、欸。是这个吗？记得他有写 keyword argument。 哦，对，这个就是他就是这也是一个叫 parrot 的函式啦，他就把这个什么你印进来的东西全部都印出来，然后这里有一个呼叫，好，有看到吗？有，现在比较大。哦 ，argument 这样，然后这里有个呼叫，就是直接呼叫一千这样传进去，然后它传的话就是上面这个什么 body 区，这个就是一千这样传进来，然后因为其他的都有预设值啊，所以就可以很正常执行。然后你也可以用这种直接指定一个 keyword argument 的这种方式。然后他这里有提到两，就是这种 keyword argument 的话，你如果里面都 keyword argument 的，你其实是没有顺序的。啊，如果你像这种下面这种第五行这里这种全部都是没有写 keyword 的话，你就要照顺序写。啊哈 ，OK。啊、所以他如果在为他如果在为那个为那个 parliament 进去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定义的话，他就是去看，比如说你为的是 integer 或是你为的是 string， 然后第一个符合他就把它喂进去，是不是？还是说，假设你第一个是 string 好了，然后第二个是 integer， 那你现在喂，假设你 parliament 喂一千进去，那他会自动很智慧的是喂到第二个嘛？你了解我意思吗？不会。不会，好，我知道了。他就是这个 a million， 他就是这个 body 区啊。嗯。然后这个什么？反正在没有一个 role, 在没有指定 key 跟 value 的状况底下，他还是按照顺序来喂进去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对对。OK。然后你看最后一种还蛮好玩的，就是你可以指定 1000嘛。Vartage， 然后后面 state， 后面就可以用 key 这样子，就是这里有写啊什么 position 哦，然后一个 keyword 这样。你如果然后这个要注意，就是你那个这种就是有那个位置的话，你没有写 keyword 的话，全部都要放在这种有 keyword 前面这样。Oh, OK。像下面就讲到错误的方法，就是你他这边有一个 vartage 需要传进去嘛，可是你这个没有传，所以就乱掉这样。然后你这个这 keyword 的那个 argument 放在第一个，然后后面是一个 non keyword 的 argument， 这样也是不合规则。嗯，那第三种是。你第一个是
那个 positional argument 的，然后你第二个又跟人家指到第一个的那个 keyword， 这样就重复了。或者是你传了一个它里面根本没有写的、啊、那个 keyword。大家了解吗？了解。这个就这是 Python 语言的特性啊，就在这个地方还蛮好用的，就是你就 GTK label， 然后就看里面，哎、欸，这是什么？就去看这个 GTK label 里面有什么 property， 就设一设就可以了。好。以上就是第三章，有问题吗？郑王爷没有啊，郑王爷应该没有在听。哦，可是我听算了啊，这自己基础没有基础啊，所以就蒙听啊。你还听不懂啊？对吧、啊？有第三章，刚才你们在讲那一段，有点听不懂了。不是有点，是根本听不懂。好，我们再一次吧。哪边听不懂？没有，没关系，没关系。就是这种 key argument 的呼叫方式不懂吗？嗯，没关系，好像就不用管我啦。然后。应该说，你对如果要对一个工具拿这个工具来做一些事情，那你我的目前状况就是对这个工具还没有建立熟悉感跟那个 sense 啊。哦，可是我也没有其他程式语言的基础，所以阅读起来有点摸不着。应该算是相对好入门的。嗯。要不要组个 Python 读书会啊？可以。蛮想弄写一个那个 Python， 就是那种什么。我买那本老鼠的书买很久，放在架子上晾很久了。我想说，如果要 Python 读书会，也是用这个啊 ，Python 读书 tutorial 就好。也哦，欧莱里那本好像还不错、哦。欧莱里那个，可是我觉得线上写的就已经很清楚哎。可是你眼睛不太可能一直盯着荧幕啊，这样蛮伤眼的。你可以把它印出来啊！哇，因为我自己有计划，想要写一个那个用 Python 写一个那个什么，就是把所有那个什么用 Digital Art 的那个工具全部安装起来啊，也不是安装啊，就是有一些比较难搞，有些开发者他们不会把它包成 DEB 包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哦，就是在士林中心街那边的空间，文化局释放出来的，台北市文化局释放出来给。那、啊、你可以用哦。哦，对啊，可是屋况没有很好、啊。就是这个样子哦。嗯。所以现在从昨天开始到年底，可以申请经费去维修。它的相对距离就有点像到那个流浪者观点的距离了，只是在反方向而已。你有去过流浪者观点吗？有啊，好远啊。对啊。文化局。嗯。所以它是国家的财产。哦，对啊。一次约，哎、欸，免租金啊，可以用三年。你要、哦，就是我跟我学长他们那一托人一起去申请的。哎、欸、，miss 没人，我在啊。没有啦，那个天路在 Facebook 上说。啊，天路今天有去、啊哦，所以砍路在 miss 啊。对啊，有看看他们在现场。
九点半 ，Miss 也关门了吧？哇，应该关了吧？九点就关了。好，大概就这样了吧。我们要讲下去吗？不然今天讲到第四章。好。啊，红旗，这个有录影 啊。如果你不懂，回去再看录影。好。然后看看下次也先提出来再讨论。我觉得我可能要从先从 Python。也不用。就。需要对 Python 的了解。对啊，这本来就是对已经有 Python 基础的人，为还有甚至还有一点 GTK 基础，为一个那叫什么出发主要标的，对吧？他可以有点。然后，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第四章在讲什么。他就是讲到那个 Unicode 的问题啊。就反正这样子绕绕等讲了那么多，就是叫你直接去用那个 Python 3就好了，就没有问题。不要用 Python 2了。还有人在用 Python 2吗？不是都已经没有现在。Ubuntu Precise 上面还是 Python 2哦，是哦。然后，哎，你让我看一下，我现在这个已经是 Quanto 下一版本的 Ubuntu 了。它也是一样 ，default 是那个 Python 2，所以 Python 3要变 default， 可能还要。蛮长，要有一阵子。那我们就直接来讲吧。就第四章是讲的是 Unicode 自串处理的问题。然后一开始什么？现在大家看到吗？就一开始，这里就是有一段那个 Unicode 叫 Unicode String， 然后就有一个 U 开头的，就代表后面这个字串是个 Unicode。嗯。然后接下来他就用 print， 把 print 出来，就它长得像这样。然后你如果用 type 这个，这也是 Python 的那个函数啊。嗯。内建的函数，然后去。去看他的 type， 他就跟你讲这是一个 Unicode type。然后你可以把这个 Unicode 再把它 encode 成 UTF8 的那个 by string 吗？就是8 bit 的 string 这样子。嗯。UTF8。就这样。然后你如果想要还原的话，你可以再把这个东西喂到这个 string decode。对，接下来就讲说这里是你把它 encode 成 UTF8 的这个 UTF8 string， 然后那 type 就是 string， 然后 Python 里面就是8 bit 的，就一般的那个 cat 的那个资料型别这样，然后这里再用 decode UTF8 再把它解出来，那就可以比对 Unicode string， 就是上面这 Unicode string 跟这个 U2 这也是 decode 回来，它们是一样的。Python 的等于就是直接比对内容。能了解吗？
断线了吗？嗯。Hello，Hello， 啊，你听到吗？你们刚刚听到吗？有啊，刚刚有点累格。哦，就是，反正就是他会在那边转来转去的，就 UTF8 跟那个 Unicode 就 Encode 跟 Decode 这样。然后这里哦，讲的更复杂了。这里是一个 UTF8 的 string， 然后这里是一个 Unicode 的 string， 然后他们两个加起来之后就会变成一个Unicode 的 string。然后 UTF8 的 string 等于这样子，然后你只要把它 print 出来是这样子，但是Unicode string 却不可以把它加起来。反正就是它有一些处理那个处理字串上的问题。那我看一下这个 4.2.2 Unicode in GTK 这里，就是刚刚的 GTK label 啊，我就把它create 出来，然后这有个 Unicode string， 就可以把它 set test 把它指进去这样子，然后你这里又可以用那个 label 点 get test 把它拿出来，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你若用 type 这个 test 去看它，你会发现它拿出来是 string 而不是你一开始指进去的 Unicode string， 它这个是 UTF8 的 string， 所以它们两个是不相等的呀。但是你如果 get test 之后再把它用 UTF8 去 decode 回原本的那个 Unicode string 的话，它就会相等，就是在所有 GTK 去拿 string 回来的时候，如果你要特别注意有没有 Unicode 的问题，这样可以吗？嗯 ，OK。那如果换到 Python 3的话，它就比较简单啦，就是这有个 test 是 Unicode 的 string， 然后有个 data 是这叫什么 byte。这叫做 byte type， 这是 Python 3的东西。然后你把两个加起来就会出现 error， 为什么？它不让你转从 byte 的 object 到 string， 但是你可以用 data 去 encode 成，把它 decode， 就是用 UTF8 去 decode 出来，就是。decode 完它就是一个 Unicode string， 然后就可以两个加起来，然后你可以再把 test 用 UTF， 或者是你可以把 test 这个 Unicode string 用 UTF8 去 encode， 然后再加上 data。 我相信郑王爷应该不傻傻。对啊。反正这就 Python 3的一些，就是它里面只有两个东西在转换，一个叫 UTF8 的 string， 一个叫 Unicode 的 string。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基本认知，就是 UTF8 跟 Unicode 是不一样的东西。啊，这我知道。哦。然后它只是在玩那个转换来转换去，然后相容不相容的问题。为什么这一章特别在讲这个啊？对，然后他没有，他都是一开始先讲 Python 2里面的字串的 Unicode 跟 UTF8 互相的转换的问题，他先讲了这个，然后再来讲说在 UDK 里面在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会遇到什么状况。
然后接下来是讲 Python 3 Unicode support 的状况，就是你们把 string 跟 Unicode string 的转换跟 code。然后接下来他是讲 Unicode 在 GTK 在 Python 3的 support 就非常简单，就是你就从 GI repository 去 import GTK， 然后 label 嘛 new 出来，然后设一个 test 进去啊，然后这 test 是一个 Unicode 啊，然后你也可以 get test 回来，然后这 get test 回来你可以用 type 去看，哎，它是一个 string， 然后它是一个 Unicode string， 就是在 Python 3的 string 就全部都是 Unicode string， 然后在 Python 2的 string 它是一个 byte 的那个 bit 的 string。 那第四章就要讲这样的事情。那可以吗？OK。 正公举哦，我们有新朋友加入哦。这是谁？哦，印度尼西亚的朋友是吗？是吗？我在那个，我有贴到那个 Facebook 上面啊。我只想要看到他的加入，对啊，这个，欸，我的画面是不是一直弄在郑弘琪上面啊？对啊，你为什么一直选我啊？但也没跟我讲一下，没有了，刚刚啦，只有刚刚啦，只有刚刚而已啊。哦，就这有个 Lisa。Hello， yeah, hello， 马浩，hi，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Riza， hi， from hello everyone， hi， I'm for Dallas， I'm Max， I'm Honky。We are discuss the GTK Python tutorial. Okay. 接下来 Four Dust 就要用英文来带这一段。sorry, we are close to the end of this meeting. Okay.So what's now? Reza, you also write some Python and GTK, right? Pardon? Do you write Python GTK? Actually, I'm learning Python, but I'm not capable of write fancy stuff with Python.So I'm trying to learn about Python. Okay. Yeah. So I've finished. Lisa, we are just finished the part of the Python and GTK tutorial today. Oh. Okay. Yeah.Yeah. Okay. And so do you write in other language for example, or C or C plus? Yeah. Actually, I use PHP and something like C or C plus plus. Okay. Great. Yeah. Okay. Sorry, I'm late. Because we were speaking Chinese most of the time. Okay, that's okay. That's okay for me. I just moved into Taipei just a month ago. I'm studying in NTUHT now. Oh,
So you are living in Taipei right now? Yeah, I'm living in Taipei now. For a future 1 year. Whoa. Yeah. Whoa. No wonder you are joining the Taipei Open Source Software User Group. Yeah. okay. So that you guys has finished the discussion, I'll be logging off. Okay. Okay.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guys. Yeah. See you guys.好。好吧，那我们就那散了，对啊，OK。那散了的，我要去遛狗了。好好好好，下次播打了。我们下次从第五章开始啊。我先 K Python 了。Python 的话，Python 我觉得，我来那边应该 OK。我觉得线上的那个看一看就差不多了。如果你想花钱的话，你可以去买书啊。如果不想花钱的话，其实，看那个网页上的资料，其实就还蛮酷的。如果看的英文看的习惯的话。但去买本中文的歌，看得会比较快一点。好，那谢谢大家。OK， 谢啦 ，OK。好，那下礼拜感觉时间再回啦。好，拜拜。拜。